帽子全部假排扣，为了什么？因为有人说可能胸部比较丰满会暴扣，不会有这个问题，下摆也不会让你这样紧起来哦。手臂的话，这边副乳也就全收了，整个的弹性大小都绝对很够。下身的裙子我觉得非常的好看，是因为这次我是做 A 字吧，然后很多人就说我的小腹会不会怎么样，我给你拉一下 OK， 这样超级大的，好，就是我真的拉到可以容纳两个妞妞站在这里了。那这一块面料也是我们 MIT 独家制定款，非常棒的弹力螺纹的料子，所以呢它不太贴身，它不太紧身哦。长度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身高是161公分，刚好会就是在小腿的位置，我觉得蛮刚好的。而且它的这个腰的地方它不会去掐出你的侧边腰肉，然后不会紧不会勒，所以像我副乳很严重的女生，其实它这边做了一个宽肩带跟这个旁边的这个有一点小弧度的话，其实穿起来完全就是把你的副乳给包进去。没错。然后呢小腹的话我觉得因个人而异，因为其实这就是那种薄棉的，它其实穿起来就是弹性好又舒适。